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这个第十章的历届选择题的部分。下列有关氧气在人体内交换和运输的过程中，哪一项是正确的？选两个是正确的。氧在肺泡和血液之间的交换呢，是通过扩散作用来实现。所谓的扩散作用呢，就是从浓度高去到浓度低。像肺泡那边的浓度，氧的浓度会比较高，血液那边的氧浓度会比较低，所以就会从肺泡那里扩散进去血液，然后同时间，二氧化碳含量呢，在血液那边浓度会比较高，在肺泡那边的浓度会比较低，所以二氧化碳呢又会从血液扩散去肺泡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所谓的气体交换呢，都是由扩散作用来实现的，没有错。肺泡内的氧浓度会比血液来得低吗？不是，应该是比较高，所以氧才可以进入血液咯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是比较低的哈，就是错一个字罢了，自己也要看清楚来。红细胞里面的血红蛋白含有钙，能够携带氧哈，它是含铁，不是含钙，也是错一个字。那这种要怎样去记嘞？我是怎样教学生？我就讲说，我们每次讲说要补铁啊，就像女生每次有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，就会失血过多，也不是过多啦，就是会有失血的情况，然后呢就会鼓励说，要补铁啊，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就代表说红细胞里面其实是含有铁的啊。OK，不是钙。当然，钙在血液里面也有扮演着角色，它是帮助我们血液凝固，就是如果有伤口哈，血小板过去，把那个伤口凝结弄干的时候呢，那个其实是钙质来的。不过这个好像也不是在旧课程里面吧，新课程好像也是去掉了。OK，所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？第四呢？氧与红细胞里面的血红蛋白结合，就会变成氧和血红蛋白，然后被运输到细胞去，这个是正确的。OK，第二题，某人因为车祸失血过多，他要输血，然后他是 A 型血，请问他可以接受什么样的血型？然后为什么？当然这边你就考虑到说 A 型血基本上可以受O 型血或者是 A 型血，所以 B 型跟 AB 型你就可以不用看了，但是你又要看后面的解释嘛 ，OK？然后呢，如果你讲说 O 型血，因为 O 型血里面呢没有抗原，所以不会和伤者血液里面的 B 抗体产生凝结反应，这个是对的，OK？A 型血的人他是有 A 抗原，然后就有 B 抗体。所以不会，就是它整个叙述呢是正确的啊，就是不会跟伤者里面的 B 抗体凝结。那如果你讲 B 的话呢，A 因为 A 型血的红细胞只有 B 抗原，这个整个叙述就弄错了，因为 A 型血是 A 抗原 B 抗体，不是 A 型血有 B 抗原啊，这个就弄错了，所以它后面的叙述错。不然的话，其实 A 型血也是可以输，而且更加好，对吧？因为而且更加好，如果很像大量输血其实我们还是鼓励输回同型血，因为毕竟 O 型血虽然你讲 O 型血，也是有 O 型血有 A 抗体、B 抗体啊，但它的 A 抗体进入这个受血者啊，不会跟它的抗原凝结吗？会，其实也会，但是呢，数量不多，因为抗体的数量不多，抗原的数量比较多哦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的方式。但是如果大量输血，我们其实还是鼓励为同型血的第三题，人体的心脏呢是有四个腔，左心房、左心室、右心房、右心室，OK，就大概是这样啊，左右各有心房跟心室。心房和心室的瓣膜可以防止血液倒流回心房啊，对，因为我们在讲心脏里面房室瓣的功能啊，它是整个的血液应该是从心房去心室，再从心室去动脉，
对吧？所以它是这样子一个 flow。所以如果你看心脏里面的话，它是经脉把血带进来去心房，心房把血泵去心室。虽然很靠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靠近都还要泵，它 可能只是暂时的分一下那个是，有了不懂了，这个可能有它的原因吧。心房泵去心室，心室再泵去全身。OK。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接下来我要讲啥？我忘记想了什么？OK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房事办其实是防止血液从心室倒流回心房，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心房流去心室的。OK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右心室。右心室就是左边那边是去心去肺的，心室接上下腔经脉就错了，因为心室一定是接动脉的，心房才是接静脉，所以这里呢是左那个心房跟心室对调了，啊 B 就错了，心室比心房来的小，也是倒转的，心房比较小，心室比较大，然后心室连只接收。血液心房呢需要运去全身，也是心房心室对调了。然后 D 呢，右心室是放去肺的，左心室是放去全身的，所以应该是左心室比较强，不是右心室比较强。啊，所以这个呢也是左右对调了，啊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 A 是正确的。第四题，人体的血液循环途径呢，可以分成肺体循环和肺循环。体循环呢是从左心室开始，肺循环呢是从右心室开始。哪一个结构的血液含量最低？啊，这个呢也是参考的。那这个血液含量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比较高，哪里比较低，我们只知道说哪一些是充氧泉。哪一些是那个含缺氧血，我们叫它缺氧血。有另外一个写法哈，大家要注意，有一个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动脉血。动脉血不是代表在动脉就一定是动脉血，动脉血其实意思就是充氧血啊，就是啊，它就很奇怪哈。虽然我们讲说，哎，大部分的动脉。也是就是充氧血嘛，但是在肺循环那里会倒转，OK，肺循环那里会倒转，因为肺动脉呢是正要运去肺来补充氧气的，所以肺动脉运的反而是静脉血，反而是缺氧血，然后呢，肺静脉运的才是动脉血，啊，才是充氧的，OK，所以基本上呢，体循环那边呢，动脉是充氧。静脉是缺氧，但是肺循环会倒转，动脉是缺氧的，静脉是充氧的。那如果是心脏来看的话，你会看到在右心房、右心室，它都是缺氧的；在左心房、左心室，它都是充氧的。啊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们要选含氧最低的，我们去选那个缺氧的。肺静脉是充氧的，主动脉也是充氧的，左心室也是充氧的，右边的是缺氧的。OK，右心房是缺氧血，大概是这样子来看。好像这题我选错答案了，不好意思哈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忘记换掉哈。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这题自己答案现在？在一场。交通意外的时候，它伤到了动脉血管。当然，这边所讲的动脉血管应该是一般的体循环那边的动脉了，啊，应该不太可能伤到这个肺动脉哈，因为肺动脉在很里面的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所谓的伤到动脉，应该是身体那边的动脉。那动脉血应该是充氧的，对吗？充氧的话呢，应该是鲜红色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动脉哦，它流动会比较快，所以它应该是鲜红色，然后呢，快速的流动。所以这题第五题哈，应该是 C，对吧？我没有讲错哈，应该是我给错答案的。
OK，分数，等下我再看一下要调整。OK，说第五题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选错了啊，应该是大部分的人是对的。OK，这个 C 才是正确。好，第六题，为了让这个女性呢，她预防子宫颈癌，然后13岁的女生呢就会打这个疫苗了啊。那疫苗哦，它是打在肌肉那边，这边其实没有讲清楚。他要讲的是，他是打在手臂啦，打在肌肉那边。然后呢，这个心脏的哪一个部位会最早、最先侦测到这个发现这个疫苗嘞？你看啊，如果他是在手臂那边进入血管，然后运回心脏，他应该是在下腔静脉进入什么呢？进入 U 型房。所以最先呢是会在 U 型房这边会发现，啊，所以大部分呢，基本上你打针也好，不管打什么针啊，打针打药物啊，打什么在手臂那一种的话，就会在 U 型房。曾经好像有一次，那个老师特地哦换题目哦，他换什么呢？他换有一些药物哦是通过肺那边吸进去哦，对，所以如果是通过肺那边吸进去的话，它就会从肺静脉回去心脏，就会变成左心房去了。所以那一年的考试哦，一大票人，一大堆同学选了右心房，结果是错了，因为从肺吸进去的药物呢，就会从肺静脉连去左心房那边进来啊，所以是左心房最先发现到那个药物。OK，有做过一年了，很。那有一年出过这个这样的题目，第七题也是一个很多同学做错的。这个图是人血图片的示意图，这个图片呢错误在哪一里啊？啊，A 是什么？A 它是讲说缺铁或者蛋白质就会影响 E 的功能。E 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虽然两个图是怎么看的？这个是横截面的啦。你会看到它是它是圆盘形，但是中间凹陷下去，所以打横看你就会看到有点，打横看也是一个柱状，所 以 anyway 它就有点中间凹进去的感觉。所以一号是红细胞，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？是有铁，对吧？有血红蛋白，所以你需要有蛋白质，你要有铁，所以如果你缺铁、缺红细胞的，缺蛋白质的话，你的红细胞就无法制造，OK，所以这个 A 呢是的确是可能的。二号就是应该在写，指的应该是血浆，血浆主要运输养分、养料还有二氧化碳，而二氧化碳主要是由血浆运输的，因为它溶在水里面，它就会形成这个碳酸氢盐啊，就是这样子来运输那个二氧化碳的。C，他是想说，如果我输血的时候啊，血型不合的话，这个三号应该是血小板，就会凝结成团，是这样的吗？血小板的确是会凝结成团，但是不是在输血的时候输错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这一个有伤口的时候，如果是血型不合哈，它是红细胞会凝结起来的。红细胞会粘在一起，其实是由抗体把它粘起来了啊，所以是由这个红细胞会粘起来，不是血小板粘起来。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C。这题虽然你看到，哎，好像很多人做哦，他做对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刚前几年的时候刚刚做，这个题目很多的同学是做错了啊，有难度。哎，过后可能大家已经有刷过题，有做过了之后啊，就老师也一直在提点了啊，这题就大家就很熟练了哦，知道说这个一定要记得。哎，四号是白细胞，它会有起这个防御跟保护的功能哈，这个是对的。再来看第八题，以下哪项呢有关血管的叙述是正确的？动脉血一定流充养血吗？动脉，我们讲了，肺动脉会倒转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记得哦，肺循环那边会倒转，所以这个就可以，这个一定呢就变错了。OK，
动脉一定是充血，充养血就错了。毛细血管内呢，这个红细胞快速单行通过。如果你单行通过，就代表你要挤着过去，怎么可能会快速嘞？对，错在这两个字哈，它应该是很缓慢的啊，应该是缓慢的。然后与同级的动脉相比，静脉管呢是比较薄的，哎，静脉管壁比较薄，然后血流速度也会比较慢，这个是正确的啊，很多人都去。90多%哦，所以不是太大问题。验血的时候，我们抽的是动脉血吗？哇，抽动脉血很危险的啊、哦！啊，因为动脉的那个血压很高啊，所以一般上我医生都是打什么呢？打这个静脉的啊，都是打针，都会打静脉，不会打动脉。第九题，慢性的贫血患者如果又有患上急性阑尾炎。它会检测出什么呢？那贫血一般上呢，红细胞的数量会少。那你一发炎的话，哦，不管它是什么炎哈，总之你看到炎这个字哈，就是所谓的发炎。发炎的话呢，白细胞就会增多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应该是红细胞会比正常值低，白细胞比正常值高啊，就这样子一个差别。OK，好，不是血小板哈，不是血小板啊，不是贫血，不是血小板。贫血是红细胞啊、哦，红细胞。血小板什么时候会低？骨痛热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骨痛热症呢会造成你的红血细胞血小板会下降。所以有人中过骨痛热症吗？有的话呢，你应该就知道说，哎，医院呢基本上呢就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做，它好像就是吊水嘛。吊水，然后呢，monitor 你的血细胞的血小板的数量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第十题，下列有关心脏，人体心脏的叙述中，错误的是哪一个？同侧的心室跟心房呢是相通的，这个是对的。同一边呢，它会心房流去心室，所以心房跟心室一定是相通，只是它不可以倒流了啊，这个是。但是通是可以通的，血液只能从心室流去心房，这个是完全倒转，应该只能从心房流去心室，不能倒转啊，这个是错的。OK，左心室壁会比右心室壁厚，因为左心室壁是运去全身的，所以左心室壁会厚一点，这个是对的。心脏呢，既有充氧血也有缺氧血，对，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左边、右边分两边，因为左边是充氧血，右边呢是缺氧血啊，这大概是这样啊。第十一题，下列有关动脉的叙述正确的是，运输充氧血的都是动脉吗？不是啊，不是都是啊，这个肺液。那边会倒转，所以注意了，这个经常会考的啊，他也不告诉你错在哪里，这个你自己要懂。哎，肺动脉、肺静脉那边会倒转，然后将血液带离心脏的就一定是动脉，这个的确是它的定义。你会看到每一个连心室的就叫动脉，这个心室的那个动脉呢，一定是带血液离开心脏的。远离心脏的一定是动脉，带回去心脏的一定是静脉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动脉跟静脉的定义。OK，不是充氧跟缺氧啊，充氧跟缺氧呢，在肺那边会倒转啊，就这样子。OK，红细胞只能单行通过的是动脉，不是，应该是毛细血管。动脉的管壁薄，应该是厚的，弹性大没错，血流也是很快。这个 D 呢是错在这个薄这个字啊，就应该是厚的。第十二题，急性炎症，看到这个炎字吗？看到这个炎字，就是代表它是发炎了。发炎是白细胞上升啊，白细胞会明显增多，所以这个呢也是经常会考的啦。当一个病人要大量输血的时候，要怎样的原则呢？O 型血可以输给任何血型。对，没错，但是你看到大量输血，
你就要注意，你要考量到它可能会有抗体过量的情况。像 O 型血，它有 A 抗体跟 B 抗体，如果它大量的这个血进入这个受血者的身体啊，它还是会有造成的危险，因为抗体进去了。OK，so 变成了，如果要大量输血的话呢，最好还是输回同型血。OK，这个要注意了。第14题，但是我们课本其实是有讲说紧急的情况，如果我非常紧急，我也没有时间帮你验说你到底是什么血型，我才去拿血。那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准备 O 型 O negative 啊，这个医院的你会经常听到的，医院的那种戏啦，他们每次啊哦帮我准备一个 O negative 的血这样子啊，说这个是安全起见的，但是不能输太多啊，注意啊，他可能是准备一包这样子，in case 它不要太低。第14题，人体内的尿呢是不间断的产生，但是你排尿呢是隔一段时间才需要排，因为我们有膀胱可以储存尿液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答案 B。不是尿道定时开放，什么意思？定时开放？还有时间？还有探望的时间吗？没有。OK，这个错了啊，是因为有膀胱可以帮你储存。第15题，若输血的血型不合，会凝结成团，妨碍血液循环的是红细胞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第7题那一个知识点，有没有？第7题那个知识点带到进来这边。有很多同学还是会选血小板啊，所以这里啊差不多有2题，算是你可以看到历届题它已经开始老师们哈、哦，出题老师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题型了，他发现到很多同学会做错了，让他们很爱挑选啊这个题目，OK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、啊，血型不合是红细胞会凝结，伤口是。白血小板那边会凝结啊，所以这个两个是有差别的。第16题，下列有关氧气在人体内交换和运输的过程，哪一项是正确的？选两个。哎，这个这么熟面孔的，我刚才有讨论过吗？好像是从哦，好像是上面是历届题，上面是统考历届，下面这边是下列的历届。下列历届又再重抄一遍，好像是哦，诶，同样的东西，对吧？同样的题目，所以 E 是对的，诶，E 是对的，扩散；2是错的，为什么？肺泡里面的氧气浓度呢，是应该比血液来得高，才可以进入血液。3号呢是这个红细胞的血红蛋白呢是含有铁的，不是含有钙，啊，所以答案应该是 E 和4。第17题，流着缺氧血的是哪两条？缺氧血的是上下腔静脉，一般上是静脉，但是肺那边会倒转，所以是肺动脉。OK，所以是肺动脉，还有上下腔静脉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第18题，与动脉相比，静脉的特点是什么？管壁薄，弹性会比较小，管腔会比较大。管腔是它中间那个血液可以流过的那个地方。哦，然后最后一题啦，第19题，某个人呢，他是车祸失血了，要补充血，所以这题好像也是上面出了一题，这边又出现，所以上面是统考题，这边是中华校内的题目，他们又在重抄这样子。OK，A 型血它只能输 O 型或者是 A 型，但是 A 型。输可以输 A 型的原因是因为 A 型血里面只有 A 抗原、B 抗体啊这样子啊，所以这里的叙述弄错了，所以 B 不可以接受。OK，答案就要选 A 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